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英，今天我们要来玩《冰上生存》第二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私下挖的矿，挖的矿洞。今天我们要来找南瓜，然后现在快晚上了，我先去睡个觉。等我一下，我麦克风一直会移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还要说一下。也就是我之后住的建筑有可能会用到玻璃，然后玻璃呢不会用成那种透明的，我会用那种淡蓝色的材料。可是淡蓝色呢，我们需要那种沼泽那种蝴蝶兰这种花，可是呢只有沼泽才有。然后另外一种方式，也就是用金基石跟白色颜料合在一起变淡蓝色颜料，可是这方法有点耗青金石，还有白色颜料。青金石它还蛮昂贵的，对。那我们先去找沼泽。我在这个地方往里面走，会有一个很大的空地，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沼泽耶。这里满满都是树。应该还蛮难找的，对吧？有羊，我们先不杀羊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要用南瓜来做什么呢？也就是要用南瓜来做。今天我们要来找南瓜，还有蓝色颜料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只沼泽，沼泽竟然在这里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蓝蓝的花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都会用骨粉来撒这里。有，我之后再来采。我们现在目的是要找南瓜，离我家还蛮近的。摔倒，没关系。我们就先去。这个，我想这不是峡谷，吓死我了！我要试下去。我试下在挖矿的时候有去那个挖椰树，结果呢，不然摔下去一个峡谷里面，结果只剩下一颗心，幸好没有死掉。这里几乎都找着地形，不知道有没有南瓜。然后点那个，不知道怎么了。这个好多花哦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岛还没有，还蛮多的那种花的，然后沼泽也还蛮多的，就感觉周围都是沼泽，哪来的南瓜啊？南瓜它只会出生在平原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南瓜，应该平原吧，我也不太知道，因为南瓜都随地出生的。有新的花这个我猜猜看好了。这个是颜料，可以带回去。原来现在最新版本蓝色颜料也可以变成花，然后采一点回家好了。对的，今天不是要来采花的，我是采花姑娘，我是冰雪女王，怎么降级成采花姑娘了？这里大概就是平面了吧。那为什么又是沼泽？肚子饿，先吃一下东西。如果今天找不到南瓜的话，我就会把这个当做废片吧之类的。有可能又会爆麦，因为我又用的是耳机的那种麦克风。然后呢，已经应该是平原吧，因为有马。等一下，我耳机麦克风要移来移去，因为我是把它挂在我嘴巴上面。我改天再拍一个照片给你们看，我是怎么把耳机
挂在嘴巴上面，然后一边说话的。讲一讲，我又来到沼泽。接下来我应该会用死的回去，因为我船放在那里。我不是用指令来自杀，我是应该是用溺水的方式。还是等到晚上被怪杀死的。上次忘记开，上一集忘记开防爆，还有那个防喷，幸好没有死掉。可死掉也没差啦，因为我把重生点是在这里。都是沼泽是怎样？妈呀，怎么都沼泽？我先到一下周围，现在应该是没有跑很久吧。这里明明是平地啊，应该会有南瓜。有机车在外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我外面还蛮吵的。耳机麦克风隔音应该是有点差，因为毕竟是我买新手机送的耳机。从这边看过去，我的冰山这里好大哦。我在想一下，这里还有没有南瓜？这里明明是平原啊，怎么没有南瓜？等等，有南瓜，终于南瓜我来了。南瓜用斧头比较快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做剪刀，因为呢要把南瓜剪出一个脸。然后我们就先多采收一些南瓜。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吧，我们为什么要采南瓜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冰国呢都是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的人民也应该是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我要去采雪，你看上面都有厚厚一层雪，还有白薄或是薄薄一层雪。然后呢还是沿海也没关系，因为呢这里有沼泽，然后也有些漂漂的花，有蓝色的花。如果沼泽花被我采完之类的，有可能这些蓝色花也是会有用途的。然后呢现在一边讲话麦克风一直滑动。我现在应该讲话大声一点，因为呢现在外面真的很吵。然后现在就想办法回去我的家。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还是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如果真走错路的话，我叫你是就要那个自杀回家了。奇怪，这是 bug 吗？应该是 bug。它树都是黑的。等一下，我重新看看好了。现在拍完之后再看看，这应该 bug 吧？你看阴暗处的地方都好暗啊，是不是把天踩坏了？算了，滚！真的，它都变好暗了，可是有插火把。这又变暗了，算了，改天再处理了。好了，我先做个铲子。好累个，刚刚忘记把那木头拿出来了。我的木头，你们有看到这个史莱姆对不对？这个史莱姆呢，是我在挖地洞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洞窟里面有个史莱姆的声音，
然后呢，刚好在我头顶上，我就顺便跳起来杀死他。然后有些那种很小小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小山姆，他们一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摔死了。然后他们摔死的时候就有山姆，然后再挖点雪来。好滑哦。不行，真的好滑。它有些地方真的有点暗暗黑黑的。然后我们就做一点血块。我发现我没有做剪刀，而且我把铁留在家里，去就来。不知道我说话有没有清楚哎，因为我的麦克风会爆麦，就是爆音啊。爆麦就意思是就是麦克风爆音之类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你的麦克风不好的话，就有可能会出现爆麦这种情况，就像我的就是一个很烂的麦克风，我是现在在用的耳机上面的小麦克风。我踩到铁了，所以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试下再处理，拍完之后再处理。哦，好啊，还是不要跑好了，因为一跑来变超快。我要剪呢，现在不用剪了，他的脸自己自动出现，好。的好可爱哟！你不会那个弄出血来了？不是雪人走路的时候会留下血迹吗？雪人，你怎么没办法弹出血的？就要自己慢慢挖雪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那个创造出我们第一位人民，也就是我们的应该算村长吧，市长，就是我们的市长。然后我是应该市长吧，对，我是比市长还要大的总统。等等，有点政治，还是女王好了。我是女王，然后你是，村长。然后呢，我私底下会再放一些雪人。我私底下会种这些南瓜，因为我今天南瓜有点少，没办法。而且我要做出很多的村民。好，我要做结尾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订阅及旁边的小铃铛。记得要按分享哦。我是小英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